经过昨天那鹅肝，今天给你安排一个正常一点的东西。你告诉我这玩意儿正常？我给你来一块，真的老好吃了。啥东西正常是吧？大肠塞肉，我给你来个塞的是瘦肉的，这个塞的是瘦肉，你尝尝，你蘸点辣椒油。我这个就不正常喽，看到了吗，宝贝们？我这塞的可是肥肉啊。太香了，上头神器。大肠是啥大肠？猪大肠啊。没味儿吗？挺香的呀。正常，我给你来个大肠爆凉皮儿。啥也不是。这个菜是瘦肉。你又不吃是傻子，那都是肉的。果然不是吃果然盆。这个大肠塞肥肉。这特别小辣肺。我也有啊，拉开条出可乐味儿了，看都不说吐。